亚洲星探就是要发掘大家从 nobody 变成 somebody。台湾、香港，我们觉得都有非常非常优秀的演员。星爷第一部电影在台湾做一个海选，而且这么多非常好条件的演员能够到今天的这个决赛的这个舞台，你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。这个活动的最大的宗旨就是目标，亚洲星探就是要发掘大家从 nobody 变成 somebody。在香港，我们也有做演唱会，也有拍电影。未来我希望有看到更多像类似的这种海选，我们天才制作会全力支持。第一位是姚芳，第二位是蔡南云，张天一，张天一恭喜，杨云倩，杨云倩，云倩恭喜你，关丽宏，丽宏，恭喜，谢彩文。台湾甚至香港我们觉得都有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演员，我们应该让大家发光发热，对不对？不管今天的结果如何，每一个人来到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成绩的，真的是从万人中选出来的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的。